龙年全球慈善歌唱接力赛现在正式开幕。此项慈善活动宗旨为出精、出力、出钱。第一主办方为南非深圳商会西开普分会，由南非深圳商会西开普分会的吴海龙会长代表并组织。第二主办方为Mukuru非洲有限公司亚洲销售部，由Mukuru非洲有限公司亚洲销售部的黄玉资深销售经理及品牌大使张凯先生代表并组织。此活动不仅仅需要捐出善款多少不论，也需要出心出力的歌唱，以示对非洲弱势群体的大爱及关注。您可以立刻发30秒唱歌视频，并请进行捐款。捐款流程公平、公正、透明，每分每厘都用于非洲弱势群体，这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谢谢大家的支持。